他是国家体育场鸟巢的中方总设计师。碰到这种重大的工程的时候，都是特别的有种荣誉感、责任感。北京冬奥场馆设计再担重任。2200米海拔的山头，你只有爬上去，你只有怎么走下来，你才能把这个山的那个高度，你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体验。用建筑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来讲我们中国的文化，传递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的这种价值观。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延庆赛区雪车雪橇场馆的选址仍然无法确定。保送的几个方案，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都觉得不够理想。作为北京奥组委专家，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李兴刚曾经多次参与进山踏勘选址，到延庆小海坨山现场勘察寻找突破口。此时其他冬奥场馆选址都已经基本确定，延庆雪车雪橇中心的选址迫在眉睫。这个场馆呢，它一定要依托一个自然的山体，完全自然的山体，不能是像我们城市的那种体育馆一样、体育场馆一样，你完全人工化的把它建造起来，它不是的。就它通常来讲是选在山体的北坡，在延庆赛区的这个周边的区域呢，选不到一个合适的北坡，北坡都太陡了。按照国际惯例，雪车雪橇场馆一般优选在山体的北坡，以降低太阳辐射对赛道的影响。另一方面，雪车雪橇项目是冬奥会中速度最快的项目，平均时速达到135公里，因此赛道对山体的坡度、长度，甚至山脊的形状、宽度等等条件都有一定的要求。小海坨山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几个南坡，南坡又存在另一个问题，在山地环境下怎样遮挡阳光来保障赛道冰面的温度。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各项工作都在倒计时状态下进行，而寻找一个自然的山体作为场馆的基本场址是第一步。所以这是一个很焦灼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选择南坡，就必须要解决太阳辐射问题。在2015年以前，雪车雪橇项目在我国是没有开展的空白项目，因此设计建设雪车雪橇场馆完全是零起点。由于山势不同，其他国家已建成的赛道也没有完全可参考的范例，怎样既节约能源又减少阳光对赛道冰面的影响，这个难题摆在了李兴刚的面前。肯定是从来没有碰到过问题，因为这是在中国都是空白的，都是第一次做的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建筑师他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像这样遇到国内没有先例的问题，对于李兴刚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了。2003年，他担任国家体育场鸟巢中方总设计师。从设计到建成的5年时间里，他带领团队创造了鸟巢一个又一个第一次。鸟巢整个这个疏散系统，我们是用很先进的消防性能化的这种研究，然后计算出所有的这个看台出入口的分布，还有这个他们跟坐席之间的这个关系。在理论上设定是8分钟之内，在满场的情况下，91000名观众就可以疏散到这个安全地带。先进的建筑理念和技术的运用，使国家体育场鸟巢获得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育与休闲建筑协会金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等诸多奖项。李兴刚等人率先引进的国际先进设计手段建筑信息化模型，后来被建筑行业广泛应用，在提升建筑设计水平和建造质量、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和缩短工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找到源头的关键点，研究解决的办法，已经成为李兴刚的工作习惯。现场是最直观的，最一手的。每当看到有感觉的场景，李兴刚都要习惯性地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把它画下来。画着一张张草图的小本，几个月的时间已经用掉了8个。其实一定是触动我了。我画过一遍，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而且他每去一个基地，马上就能捕捉到这个基地非常特别，就是他这个基因的东西。这个抽象的能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印象就能很接近于最后建筑的那个感觉。
根据多次踏勘的情况，结合历年延庆地区九月到来年三月的气候数据，将整个冬奥赛季小海多山每天不同时段的温度、日照、风速以及不同山脊接受阳光照射的角度等等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反复模拟之后，李兴刚创造性地提出了南坡变北坡的解决方案。我头脑里一方面有这个南坡变北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时我还是要作为一个建筑师来判断，那么种种的这些技术手段，它跟建筑的设计需要考虑的那些形式、空间、高度的把它们整合起来。如果南坡变北坡能够实现，延庆赛区市政设施、配套设施就可以更加集约化的解决。可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经过精密的参数化设计，形成非常严密科学的可以落地的系统。雪车雪橇的赛道随着山势不断变化，太阳照射角度也在不断变化，不同层面的技术研发攻坚克难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李兴刚所在的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悠久，新中国十大建筑、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等等大型项目都出自该院设计。面对国家重大工程，每个人都全力以赴。这种责任和信心其实是很多很多，是来自于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团队，他们是和我一起来面对的。碰到这种重大的工程的时候，都是特别的有种荣誉感和责任感。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我们才能够克服那些困难。不同专业的专家经过八个多月的反复模拟论证，研发出了地形气候保护系统，结合赛道形状、自然地形的赛道遮阳屋顶，可以有效保护赛道冰面，免受各种气候因素影响，避免阳光对运动员的视线影响，确保赛事高质量进行，并最大限度降低能源消耗。针对小海托山南路形成一整套解决方案，实现南坡变北坡，北京延庆雪车雪橇中心选址终于得到了奥组委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认可。我们的设计理念叫山林场馆啊，生态冬奥。随着冬奥会北京周期的开启，北京冬奥会场馆进入全面建设阶段。作为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总设计师的李兴刚，到现场解决设计实施的很多细节问题，仍然是他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胸径30公分以上的树全部要精准的定位，需要保留的树要做上记号，确保这棵树是将来是要留下来的。这不388吗？啊，388、390。但我们将来这个安检广场，将来一个是台地式的，随着这个地形往上升；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广场上会有很多以前保留下来的树。每次到现场，每一次的发现，每一种感受，不久的将来都会融入到李兴刚的建筑设计之中。后来我们还在那儿发现了碾盘，其实是一片村庄的遗迹。那这些都是原来地形图里没有的，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意外，然后也是一个很让人高兴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设计里面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我能想象到将来奥运村全部建成之后，这新的房子、老的遗迹，然后这些保留下来的树木，还有后背后的这些山水，它们是交相辉映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和场合，向世界来讲我们中国的文化，传递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种文化里面的这种价值观。从事建筑设计与研究工作近30年来，李兴刚提出盛景几何的建筑设计理念，创作出了天津大学新校区综合体育馆、唐山第三空间、济西博物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等100多项体现当代性并具有文化厚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建筑作品。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建筑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建筑还是应该是一种文明的承载者和一种文化的表达者。